系呢条死肥仔啊！你跟踪我啊？你点知道住呢度噶？冇，之前阿 P 有同我讲过你住喺边度啫嘛。妖死讲鞋真乜 Q 话俾知？呢两个有路噶？咁你上嚟搵我做咩啊？未俾我打救啊？佢成日话你叫佢唔好群我，所以今日咪亲口嚟问清楚你咯。有咩咁好笑啊？你答我问题先啦，好唔好？唔得啦，唔得啦，唔得啦！我终于都明啊，点解阿 Pay 成日话佢话你系真心交，叫我唔好下下啄住你。我终于知道点解。啊？你真系唔知道自己好烦呀！成日以为自己是智者，智障有你份啊！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哋咩玩法咯，一个又喺度认叻，一个又由得你认叻，搞搞下，佢都以为你真的很叻咯。你自己食高枕头谂清楚啦，谂下 P 点解乜都就晒你。不过首先你都要知道自己有咩问题咯。冇咩唔好揾我啊！做咩啊？你好惊我咩？你跟住我做乜嘢啫？你返去啦！你跟住我冇用噶。我都想教好阿 P 啫。教阿 P， 你顾掂你自己先啦。阿 P 有问题，你都一样有问题。你睇下你似咩？阿 P 啊，以前好崇拜我噶。我都不知道為何你現在會變成這樣。其實阿 P 崇拜你還是不崇拜我，我都不知道。有時候說多謝我，有時候說我玩夠他，有些人想事怎麼可以這麼片面而已。建立信任是需要十幾年，但毀滅信任只是一剎那。阿 P 咁多年嘅大春系咁样噶，而唔系咁样噶。你呢十几年究竟做咗啲乜嘢啊？其实咁多年嚟，我同你都冇变过啊，变嘅阿 P 啫嘛，都唔知话佢系变咗，定系话佢醒觉咗。有时我都唔觉得佢真系咁醒啫，但有时我又唔觉得佢真系咁蠢喎。可能细细个嘅时候。佢覺得我係老點佢啊 ！So what？ 你喺佢面前係人生嘅勝利組，你係唔需要諗呢啲嘢㗎。你要拯救阿 P， 你就要相信自己係得嘅。你做所有嘅嘢都係啱㗎。拯救阿 P 就係拯救你自己。